第二，哦，再稍微讲一下那个做工品质的部分，就是它前面这个眼睛的橡胶这边是还蛮 OK 的，就没有眼睛直接撞到一个塑胶的感觉，所以这个橡胶还 OK。但是它里面这个橡胶的镜片呢，那再稍微讲一下这个做工品质的部分，就是它两个橡胶就是眼睛接触这个地方还蛮 OK 的，就还蛮软 Q， 不会有直接撞到塑胶的感觉。然后它里面的镜片呢，我不知道它发生什么事，就是原厂出来它就给你一个有点刮伤，然后上面很多刮痕的镜片啊。前面这边的镜片是还 OK， 但是你眼睛接触这边镜片，看起来都是有一点刮痕的，或是脏脏的，不知道是怎么样。然后它里面的这个眼睛看的地方呢，这个旁边都有点胶跑出来，还是发霉，我也不知道，就白白的这样子，也不知道，就是做工品质，就是便宜啦，然后轻巧的一个小小望远镜，然后你也看得到东西，然后对焦也还蛮容易的，就没有什么大问题，该看到的东西你就看得到，它不是那种什么玩具望远镜，看起来是模糊的这样子，它至少可以对焦啦。再稍微讲一下做工跟品质的部分，就是它前面这个眼睛看的地方，这个再稍微讲一下做工跟品质的部分，就是它眼睛看的这边的镜片呢，出厂的时候它就给你一个有点刮伤吗？就是前面很多刮痕的镜片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。然后呢，它里面这个橡胶细胶不知道，就是这个软软 QQ 的旁边边缘都很多刮痕，然后还看起来像是胶跑出来吗？还是发霉了？我也不太清楚。反正就是，品质普通啦。然后至少它是一个可以，至少这个望远镜是可以对焦的，至少这个望远镜是可以对焦的啦，至少这个望远镜是可以对焦的，就是反正这个望远镜就是你看到什么，你想要放大一点看，就是你一定看得清楚，就是它的对焦还蛮清晰的，就不会有像是其他的那种固定焦点的望远镜，就是它那种很便宜几千块那种很便宜的。那至少这一款，至少这一款望远镜呢，它是可以对焦的，就是你可以对比较近或者是比较远的焦点。就是如果你买那种超级便宜几百块、几千块那种望远镜，那它可能就是一个固定焦点的，所以你可能看近的，你就完全是一坨糊糊；然后看更远的，可能也是一坨糊糊的，就是有一个奇怪的距离啦。那这个就你可以看近看远都没关系。就是你看到的东西，你一定看得清楚，只是影像品质没有像，光学品质啊，没有那么好，但是你还是看得清楚的望远镜。那至少这一个望远镜是有对焦的啦，那至少这个双筒望远镜是有包含对焦在上面的，因为有一些更便宜的，像是那种，它可能是固定焦点的，所以你可能看近也模糊，看更远的地方也模糊，就是一个很尴尬的状态。那这个至少是你看近，你可以把它用到清楚。然后看远，你也可以看到清楚，就是你看该看到的细节是看得到，只是影像品质、光学品质没有到特别好这样子。